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金丝瑶柱台湾电影局星海战队联赛，我是今天的主播九妹。那今天出战的两支战队呢，是澳洲的 Engine 战队对上的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的 MAD 战队 Master and Doctor。那第一局的第一场比赛是废料处理战了，那出战的是虫族对神族。那今天仍然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高金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金，还有 Flash。那高金听说今天好像有很多虫族，是不是？今天两方各派四个虫族，总共有八个虫族，今天都是虫族大战。这今天 ZVZ 的次数搞不好可以抵过职业电竞联盟一季的 ZVZ 次数哦。觉得还比较多，职业电竞。不是已经打了半季了才打出一次 DVD 吗？对，然后打出来那一次那个全场欢呼。那高清你那边声音会调大声音，然后突然变小声了。有吗？我现在也是处在没办法调的状态，因为紧绷了，自己已经对已经调到，就是本来已经调到最大了。哦，现在好一点了，现在好一点，可能刚刚麦克风里现在有点。是因为麦克风距离的问题吗？有可能那个。无脑在炖吗？无脑在炖呢、欸。没有，现在好像没有。他可能刚刚在切画面。对。OK。那现在 Madhead， 他出生在地图上两点的地方，地图是废料场。Engine Master。对。Engine Master 虫族是出生在12点的点位。那这张图的话，神族来说主矿口非常大哦，不好来做堵口。再加上上次高金有提，这个水晶塔要两颗才能堵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现在那，而且这种那个封门的方法哈、哦，已经有点修正了啦，不能说盖在边边的，盖在边边反而比较危险。所以现在一般来讲还是用比较正常的堵口方式。所以高清你在封的话是一个 BG， 然后一个传送门，一个机械控制核心，然后第三个是第二个 BG 吗？会盖，有可能盖水晶，或者是第二个水晶，或者是第二个 BG 也都有可能。因为第二个 BG 其实要看建筑学啊，第二个 BG 可能会卡到。哇，我们大头这边是12D 耶、欸，那还蛮早的哦。12D 的话，那根本来不及封起来，对不对？另外一方那个 Made、哦、那个 Head 啊 ，Head 他盖 BF 对啊，所以啊、哦、不好意思，刚刚讲错，是 Head 是神主，所以是 Master 12D， 可是12D 又提狗数哎，那这样子，那 BF 应该是来得及好吧？光炮绝对是来得及的，只是说这样子就变成很被动化。你也在盾吗？应该不是我也在盾，因为我也没有看到，我也在盾，不是我们。对，应该不是我们。哇 ，Master 他拉了农民去采瓦斯，可是他浪费了五块钱。哇，这个时候大头直接的要封对手二矿了。哇，还下两个光炮，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水晶是下在这个烟雾当中的。Master 看到了吗？好 ，Master 看到了。那这样子他的小狗好像没办法顺利的走过去，就算走出去也会损失很多、哦。对啊，因为光炮已经盖好了。对，光炮两发一支。他可能一开始就打算盖光炮了，而且他的建筑学还蛮讲究的。可是直接下蟑螂啊，所以代表他蟑螂也会很快出来。不过这样重组经济会非常差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快就下蟑螂草的话，他农民也没办法一直。没办法补太多、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工兵现在神族工兵数是17只，那 Master 只有14只，而且现在才刚开始生后虫而已。没有第一时间就补后虫，所以都非常的慢，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我是觉得说，第一时间先下后虫，然后再盖章草，这个顺序会比较好。那。这个高金，你觉得神族这边的话是要走一个三 BG 升一点兵再来开矿，还是说单 BG 就可以跑 BG BY 就可以跑去开矿？就因为他已经有先盖了光炮，所以说接下来的流程我就不太能准确的猜测说他的意图是什么。不过他盖了两个瓦斯厂，那接下来应该会以灶位
多少位来做防守了，然后试图开矿吧。不过我觉得神族之所以这一场这么早下 BF， 是不是因为他看到狗池 对手狗池也很早下，就跟着马上下 BF？ 我是觉得他本来就有意图要盖光炮了，因为他的 BF 的时间还蛮早的。因为一般如果是想开矿的话、BF 可能会比较晚。目光议会啊，那这样是他出引刀还是出瞬影追猎、欸？还是出冲锋狂战？这个看他什么时候，看他什么时候下传送门了，比较能决定。看他这个架势，可能会出引刀了，因为他就盖了两个光炮。好，这个时候接下来就表示他的蟑螂决定硬扛这两个光炮啊。光炮倒是被打掉了。哦，其实虫族损失并没有很大哦。对啊。哦，那这一波反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蓄力还蛮多。这一波还算蛮足够的。对，这波反正我们可以看到黑的很紧张的，赶快又下了第二个光炮，不过已经有两个光炮了，那应该是守得住吧？对，防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只是现在那个的情况令人担心，那个无脑他还蛮那个，他是裁判，他不能跳啊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待会问他一下，因为毕竟是你们队友。那现在 Head 他为了要封住口，他的箭毒血就只好一直往后延伸，再多盖了水晶跟光炮这样堵。哦，是瞬移追猎，但是瞬移追猎还要蛮久的时间才会好。对啊，他这样子瞬移追猎会受到蛮大的影响，因为他除了箭毒血以外，对。你这样 Noble 先出去好，要会战其实蛮严重的，他说还蛮生气的，他叫他滚出去 ，get out。对啊，你跟他讲一下好，因为我怕我讲他不开心。哇，我进来了，好，这个时候跳了，好，可能大家换裁判了，这个时候硬扛，一个光炮被点掉了。不过因为这箭毒血已经。挤得很漂亮了，所以他根本冲不下来。这样子其实虫族损失蛮多蟑螂的。对，而且少尉的立场有存放，还有留一个，所以说要冲下来还是蛮难的。不过这时候 Master 也开下二矿了。对，现在虫族下了二矿，可是因为哇，工兵超少的，因为现在四个传送门。四个空间之门已经好了，然后追猎的瞬移升级也升级完毕了，等一下可能就会有一波进攻。对，因为虫族真的是穷的超可怜，还16只工兵啊。可是神族会不会补太多工兵了、啊？现在已经补到30几只，而且他一个瓦斯还停，居然停气。对，为什么？反正他都已经满载了。他可能是想说钱不够吧。钱不够做足够的追猎、所以就全部挤去那个。可是一个矿超过3只工兵在采会有用啊？没有啊，就浪费掉、啊。就排挤到了。对啊，就拉去挖个瓦斯嘛，还是说他的食物呢？这个就不得而知的啦。那现在闪现追猎已经进行前压了，就看他的操作。哇，这个包夹瞬移操作怎么样呢？怎么还没有开始瞬？他怎么顺的有点晃神样子，比较慢，这样子还蛮损的哦。哇，好亏哦，需要再顺一下，需要重新再补。因为他顺的顺序不是一只一只的，所以现在蛮损的感觉，就是浪费了一半的兵的。对，而且有3只都红血，待会稍微被咬下，这3只也会爆掉。对啊，感觉就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就前压，而且瞬移的时间也不太多。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神族他刚刚那波送了大量的追，也不是送，就是比较可惜的，而且自己又不开二矿，然后虫族工兵默默的就补上来了耶，补到25只了。对，现在25只已经等于是一单矿满载的，对，接近满载了。而且其实待会蟑螂的在挖，蟑螂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，瞬移追猎也不是这么好做，这么容易做操作的哦。
对啊，先不过因为速度还现在才进度才1/3左右，然后这边又一波前压，神族还有前压的机会。我们看一下这波前压效果怎么样，然后看一下这一次 Mad Head 操作如何。他的瞬移感觉就是出了点问题。哎呦，正常来说是一只瞬哦，他好像是两三只。对，但是这样子的瞬移方式，就是说他为了要闪走大量的异形虫的异化虫的包围，所以说、就是等你包上来，我再一起顺走。对，他闪到旁边去，让异化虫瞬间去包狂战士，这样子就能比较快消耗掉异化虫。可是他狂战士数量也不太够啊。对，可是他的异化虫刚刚就消耗殆尽了，只是说他的蟑螂几乎都没死啊。现在这样子，对于虫族的持续力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，而且神族由于没有盖水晶，根本没有蓄兵能力，所以现在神族就算有钱，他也没办法顺利的把兵补上来。这个虫族水晶盖得蛮后面，这个蟑螂的速度也提好了，然后持续在补大量的蟑螂，还有这个狗狗，然后神族迟好，是不是这个时候才要开二矿的样子？但是开矿的第一时间，而且开二矿对，会被发现，还有异化虫，这也开不起来，这又开不起来。对，要被拖了30秒左右。现在已经是压不下来的情况，因为虫族的兵已经足够多了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收入，因为神族不开二矿，尽管他工兵比较多，其实他收入没有比较好。哇，这个时候蟑螂利用自己的速度跑不过追猎，马上往后跳。对，这看来 Head 有点撑不太多。哇，虫族的人口数已经反超了。对，领先20左右。哇！现在只能一直跑，然后要开矿，其实也开不太起来，因为也没有，除了没有钱以外，他现在的兵力也不够。对，其实没有在优势中开矿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我刚刚一直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优势的地方啦。哦，真的哦，我只觉得，对啊，我只觉得虫族，哦，对了，你这样讲也没有错。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掌握了一个比较主动权的感觉，主要是他前面为了防守，家里面光炮也盖很多，如果说不盖光炮就直接升级闪现，然后早一点做更多的追猎的话，或许会有效。因为他的那个冶炼厂啊，其实如果早升一攻的话，他已经升跑一攻了，二矿也被迫取消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没什么办法，应该是直接带走了哦，因为二矿也盖不起来。哇，而且两边的兵力还断层，他家里面的追猎没有跑出来啊。对啊，然后外面的追猎也回不去，而且中间这个石头，这个时候进行包抄有机会吃掉他那群蟑螂的，可是他怎么不动呢？他没有拉，这时候应该要全军都拉过去。对，他现在拉了。哦，出来了，因为他蟑螂汇合，他蟑螂被分成两边了，现在打正好。哦，有机会吗？但是石头被破了，啊，可是被河流了，这是大失败啊！本来有机会可以吃掉他那一群兵的。哇，很可惜。现在被河流，两边被打通了。再找个10秒，超可惜的。再找个10秒，搞不好有赚啊！哇，那这样子。对，再找个10秒，搞不好我就可以吃掉那一群兵了。现在兵力完全可以说是垮了。这大头可能要打 GG 了。对啊，拜啦！过去看你二矿，二矿没开好，很开心，就只打你主矿了。对啊，还很稳健的往回拉一下，遁地补血，还回一下血。哇，对啊，回一下血，还拉几只变形虫。对，这是败人品的行为啊！这是大概是他看今天的那个 GSTL，他自己在蹲，这是他自己的问题了。对，那我就没办法。那我们再看看待会裁判会不会换。哦，那大头可能要打 GG。哇，
哦，待会裁判换成 Kamiyo 就是 NW 的 Kamiyo。好，拿 GG 结束第一场比赛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大家今天第一局的第二场比赛，仍然是 NG 的 Master 对上 MIT 的 Head 大头，虫虫对神族的比赛。那比赛地图是哇哦 ，RC， 这个高机你听到我声音吗？哎、欸，可以。哦、我想我以为 RC 就踢了。那稍微广告一下，就是我们本比赛的主要赞助厂商呢是。RC Reco 语音软体，一款相当好用而且没有延迟的语音软体，有各种只要是你要开会，或者是跟朋友聊天，或者是打团队比赛，打这个 MMORPG 要刷副本的话，其实用这个软体都非常好用。哇、哦，是一个经典，变经典。那这样子，看看 Head 会不会侦查到经典之后，来针对这个点位来做一个针对性的战术。经典的话，对于神族开矿就是没那么有利，可是对于虫族开矿也很麻烦。虫族应该也可能就要树狗开，然后再开矿了。对啊，不然这张图裸霜的话，双锥猎奇、啊、裸霜的应该很可怕、啊。裸霜的话也怕盖光炮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光炮这张图的光炮点位也是很，我是想到。也是很水滴哥很爱盖光炮、啊大招失败秀，对对对，令人销魂的光炮，对，令人销魂的光炮，盖得跟保龄球一样。现在已经侦察到是近点了，那这么快就被看到，虫族应该有意识到是近点，对啊，他也知道是近点啊，那等一下应该正常来讲的话。对，应该是会干，又是、欸啊、又是二 D 跟三场一样，可是他好像蛮喜欢的，又真的是光炮啊，这开局都跟三场一模一样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他光炮没有毒口，是直接盖在二框位。他怎么都不喜欢毒口啊？因为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当然是三水晶，然后整个卡死会比较好。可是因为现在时间太早了，没有那个资源，我是觉得他要毒的话。这样子水晶也有点盖得太后面了，嗯，他的拿来了，这光炮盖不起来吧？也没有办法利用。他水晶盖这么盖这么外面，就算盖珠宝都有位置哎、欸。他应该盖里面一点啊。奇怪，对啊，他这一百块盖靠近斜坡一点，这样是不是？不过工虫拉这么多出去，其实还不错啊，就也是一点时间。嗯，对，而且他拉了几只，就花一百，花一百块抵掉他的时间。才十二滴经济就会够差了，还拉七只。对啊，不过六条小狗来了，哇，这个时候 MAD 他可能要马上再下一个水晶毒口，不然小狗要溜进去，传送门还要三十秒，光炮也来不及好。哎、欸，来，光炮来得及好吗？有看来小狗不太会去闹他，因为小狗还在咬水晶，所以光炮来得及好的。对对对，光炮来得及好。那小狗基本上看到光炮就会退的啦，啊，只是说现在那个 Head 卡人口了。我们 Head 在哎，刚、欸、才存钱，我以为他刚存了300多块，对，他卡人口了，因为外面水晶被咬掉，因为他水晶被咬掉，有点可惜，他应该先补的，在家里面补啊。这样子的话，补完这样子对经济也有影响。而且他星河能量是满的，他是不是想要出什么科技兵种啊？怎么都没有用星河？因为他刚才卡人口，所以也没什么用啊。可是卡人口，沒科技可是他满代表他刚刚都没放，他一直在做前线的操作。对哈，也是哈，他至少可以提早放掉。他居然一直等，这其实是有点奇怪。运上的一个可以再改进、想法上有点奇怪，而且他刚刚他放在那个神族的狂战士身上，那个传送门狂战士身上就出来了以后，还浪费了一点点时间，就觉得好像时间都抓得不是很对。哇，这狂战士不按 H 啊，这哦去勾狗狗过来打，哇去诱惑一下，好多只哦，打了快四只，诱惑一下异化虫，四只就死了，就送掉了。而且我们看到 Master 他是先下进化室，再下蟑螂池，他是怕空军出来，是不是？他也蛮担心的吧？他现在飘 Overload 进去，
他可能怕对手走 VS 线，不过其实 Head 是没有走 VS 线 ，Head 这边是3 BG、4 BG， 已经4个 BG 了。他可能是想说 Head 既然这么龟，神主又卡人口，他可能是想说 Head 这么龟，那我就来个全防流，把你所有可能的招式都堵住，这样，因为盖进化室的话，也可以防止他那个引刀。对，而且他现在数值一攻，他五四，这个蟑螂池都还没好，一攻就已经提了四分之一了。等一下，可能打算又要来一波，也说不定。嗯，蟑螂池好的还蛮早的。那我们看到 Head 这边四个传送门是想要做什么呢？好，空间。不过现在虫族的农民有点少哎，他工虫大概还是要稍微补一下。对他可能因为刚刚没有视野。如果全部补兵的话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也不敢补工兵，因为他看到四 BG 旗开，他现在压力虫族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，啊、所以刚刚不补工兵，现在也不能补了。对啊，已经没有机会补了。那至少他送掉的王宠有得到足够的讯息啊。嗯。现在要防守是还不错。然后神族现在一攻已经提好了，所以说接下来的前压对于小狗来说压力比较大。对，我们看到。不过其实裸哎、神族一攻前压了。对，神族前压了。对。我是想说。裸霜的话要防守其实没有那么困难，如果裸霜有裸成功的话，哇哦，这个成功到做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守住啦，应该是可以，因为他裸霜没有在很早的情况、哦、很早就遭受攻击，嗯，哎、欸、对哦，这不是裸霜，这已经是提速狗，这是提速狗开局、欸、提速狗开，对啊，不过神族又传了一轮兵，不过神族这个时候还没在前线下水晶啊。哦、有下一个 boss， 现在才看到。刚才讲的有点口误。没关系 ，OK 的，因为难免会讲错，我也常这样。那现在神族还是要补几只狂战士，对他补了。狂战士就是要避免小狗包围、哦，可是现在神族的兵力比较优势哦。对，哇，这立场，他要放在路口，哇，立场堵住路口了。虫族心中永远的痛就是在这里啊。对，就是在这个路口，你看都出不去。哦，不过可是刚刚送掉一只哨兵，所以他没办法再持续堵口，所以虫族现在可以顺利的进行包抄。啊，这个这反推，哦，这边又传了三追一狂，但是下面的追猎，可是由于地形不太好，所以这样子有点两边接不太起来。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哦，蟑螂的速度剩下5-60秒就提好，等到蟑螂速度一提好，这个追猎要操作又更难了。对，那现在虫族的防守就是尽量在虫胎上面走，就不要走出虫胎就好了。利用这个走出虫胎的话就很容易被操作掉。比较好。哇，这场感觉跟上场很类似哦，只是差在。追猎还没有输，只是差在闪现。那因为没有闪现的前压会比较快，而且资源花的比较少，所以兵量感觉就比较多。现在看起来是守下来的啦。基本上虫族现在看要补兵还是补工兵了，他要继续补工兵也是可以。虫族大概没什么机会了，现在虫族一口气就生了十几只小狗。那神族的钱就多了出来，我是觉得哈，其实在这个时候，我是觉得他如果是这种升级一攻，然后要前压的话，其实可以盖到5 BG。哦，极限5 BG 就是。对，所谓的极限5 BG， 当然就是因为他可以做哨兵，然后钱就分给狂战士跟哨兵先做个一轮。对。对，这样子资源有效分配的话，其实可以做到5000 BG 都不停，都可以用掉。就主要做一轮狂战，然后哨兵，再来再做追猎，这样累积兵量再打一波，而不是这样断断续续的送掉。这样你自己还要开矿，已经没机会了。等一下过来一波就直接超掉了。想开矿，这矿一定是开不起来的。对啊，不太可能啊，人口又差了十几，这虫族补农补得很少啊，他根本就是全力减压的。他现在才21。
好，GG了，不行。对啊，GG了。啊，恭喜 NG 战队以直落的比数率先拿下第一局，1-0的比数领先。怎么说？你说前期防御不太敢，就算经济也不见得比，就算经济也不见得比较优，因为会有压力的关系，不可能说让你工兵都补充少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马上来进行今天第二局的第一场比赛啊，那今天很多重组，那马上进行今天第一场的第一局的重组内战啊。今天总共会有三局的重组内战。那 NG 这边派出来的是 Jess 哦，不过因为他的这个账号出了一点好像过期了，所以使用的是 EX 这边的账号。不过我还是会用 NG 的重组玩家来称呼他。那对上呢是我们 MIT Made in Taiwan 哦，就是很酷的一个 ID。那地图是飞到水战。本比赛的这个主要赞助厂商呢是 RC Record 云软件。这一场，由于之前我已经见识到那个，见识到他 Sen 哦，他像上次他 NASL 打第三场啊，他就是用提速狗开局对抗 Aizra 的裸霜，然后成功取得胜利。所以我是觉得他前期因为主动权在他手上嘛，因为他有速狗啊，那对方的那个小狗他速度比较慢，所以说得不到太多资讯。对，而且又可以抓对手，如果有落单的狗狗也可以抓住。对，可以做一点压制，所以说对手可能也没办法补农民补得太过开心。那一场反而 Sen 的农民偷偷多补了一轮，甚至有一段时间双矿农民多了十几只，然后 Aizra 还是不敢打，是、哦、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因为艾卓那时候转小狗蟑螂，那因为就一开始提速狗比较慢，所以导致讯息也有比较差一点。没点台湾要做裸霜，那 N 君的重组这边走的是一个正常的提速狗开局，那现在一定就是 N 君要来，就是没点台湾要来做一个防守了。那如果是防守的话，王虫第一时间就看到了，因为空中近点，所以恩君的王虫，双方的王虫都在对方的头上。对啊，他就很清楚，就是摆明跟你说，我就是要裸霜，咬我啊！不过虽然是这样讲啊，那等一下 Zero 就是那个 Jess， 他应该真的会去咬他。现在留了三个卵，已经全部都变成异化虫了。哦，马上提狗速补吗？狗速，对，狗速也提下去了。可是他提狗速了以后，怎么还留两只在采气？留两只在采气的意思是不是等一下要做毒爆？有可能哦。看他有没有持续补的话，果然对，真的是毒爆，好早的毒爆、啊，没错，这个几人口的毒爆，二十、啊、人口就丢了。就是毒爆一波吧。可是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不是三只农民采气的？是他有他的用意吗？对，就是觉得这样比较够的话，三只才够，两只应该不太够啊。而且他也要下二矿，他不止一波，他也还是要下二矿的。哎，有下二矿吗？对，要下二矿。那现在 Made in Taiwan 的狗还是稍微少一点，可是直接下、啊，可是 Jess 现在有点失误，他 Jess 后面的两条狗没有跟上来，他只有前面四条狗去进行攻击，对，落单了。现在反而狗的数量就比较少，而且 Made in Taiwan 应该是双裸霜，所以虫卵比较多，一口气又补了十只狗。哇，不过现在做直接变毒爆在这边。那个 Made in Taiwan 没看到，他没看到他的王虫视野刚好在范围外。哦，那现在毒爆往前冲，就看能不能撞到，看操作，赶快会不会炸个正着呢？小狗啊，哇，上冲开了，往前冲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撞？他刚刚没撞哎呀，刚跑去炸妈妈，这就亏了。对他刚刚跑，哎呀，还是有追到一点，还是有追到一点农民。我看一下，杀到四只工兵，四只工兵的话是。很难说有没有赚哦，不过这个时候溜了一批狗到左、啊，好上高地能不能包住妈妈呢？哦，不行，地吃好了。对啊，感觉有点亏、欸。我们看一下双方工兵数，因为工兵数的话，哎、欸，不过没点他的工兵数现在只剩九只了、欸，哎，他工兵数超少的，因为他刚开了二矿，对，
开了二矿，然后又做这么早做蟑螂，我是觉得太真的蛮勉强的啦。而且他又拉了一只工兵去做地刺，所以然后刚刚又被炸掉四只，所以工兵数已经非常非常少。那相较之下，对啊，这个 engine 的重组二矿已经开起来了。他现在还做了毒爆虫草，我是觉得太驚了啦。大家在拆石头，那可能就打这样子一波了吗？对，但是工虫数量严重不足，现在已经差了九只了。那现在 JS 两倍 ，N 对 engine 的 JS 他在做蟑螂草快好了，等一下蟑螂一出来，优劣就很明显了。嗯，我看他是不是留了一些虫卵要来转，一口气又补大量蟑螂。JS 的那个王虫应该是有看到石头被拆掉了啦，有他有看到，所以他等一下，对他等一下应该准备要防守了，他自己在家里面也偷偷在变毒爆、啊。嗯。其实防守方毒爆其实可以藏在这个烟雾里面，对手一走过来，我就从烟雾冲出来炸你。对，可是自己还是要有视野。但是那个 Made in Taiwan 这只王虫的位置就很重要，它如果能够在左边一点，放左边一点的话，会比较好，就可以看到整个烟雾，就半个烟雾，放就看到一半也行啊，就包含中间的位置。哇，哦，整个撞掉，全部都撞掉了，都撞到蟑螂啊！现在有点发呆啊！我妈妈直接被夹掉。蟑螂刚刚有点发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现在好像双方都要补大量的狗，有兵力的优势。可是因为主场是在 Engine 这边啊，所以 Engine 应该是守了下来。对，立刻补了大量的狗。哇，好像对手脸上变毒下来了。不行了，这反推可能就变不出来。对啊，就直接反推了。可是他好像没有那么积极耶。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经济上有优势。哎、欸，哇！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你带来今天第二局的第二场比赛。然后刚刚上一场，如果你是看 VOD 的朋友，看到一半突然断掉，是因为我网路挂掉。不过还好，因为已经可以看到是 Engine 的 Jess 这位创作玩家已经优势了，所以后来他也是顺利的就拿下第一场。所以马上为你带来是第二局的第二场比赛。那地图是大都会，本比赛的主要赞助厂商是 RC Record 的软件。那现在是空中近点。Jess 跟 Made in 台湾的 OV 在空中已经相会了。嗯，像空中近点，而且大都会的，我觉得应该裸双的几率就比较低了吧。大都会它就算是空中近点也还算蛮近的啊。嗯，对啊，只比地面近点还要远一点，还是蛮有可能用提速狗开局的。我是觉得你有，我是觉得还是换你要接电话，又来了，好，换你 ，OK 的。刚开场了，没差，大家都在接电话。好，我们双方都不公平，不会吧？双方都要裸双啊？哎、欸，哇哦！这是什么？他明知道对手是在空中近点，他还拉只工兵出去干嘛？我以为他要裸黄金矿哎、欸，结果没有，害我期待了一下。好，没点台湾这边是提速狗开局哦，吓到了！刚拉过去，我以为他要裸黄金矿，我想说哇，裸黄金这根本是摆明瞧不起对手，因为裸黄金矿又更难防守了。主矿跟二矿位置又更远。好，我们点台湾这时候持续采瓦斯，马上要来做提速了。那 Zero， 嗨 ，Hello， 我回来了。OK， 那你在你现在这一场跟三场交换，你现在反而是 Engine 的重组做裸双，然后 Made in 台湾是做提速裸开。那也就是说 ，Jess 这次要。
是防守方咯。哦，真的整个交换了，也是速度爆一波了。那可是现在 Jazz 他的瓦斯下得好慢哦。他当时还没有下吧？嗯，对啊，就是根本都没下啊，这有点奇怪。他就只有补狗，而且狗就补六，也只哦是下第一次做防守，这是五瓦斯开矿吧？一次下两个哎、欸，对，这个是一次下两个第四，就是最近蛮流行的五瓦斯开矿，就是瓦斯很晚下，但是经济很好，然后用第一次来做前期防守。这样子要是被钻上去的话，是六次不爆。但是其实 Made in Taiwan 也还是也有开矿，可是纯粹只有六只毒爆的话，在第四面前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没有提狗数哎。你说谁？你说 Made in Taiwan 吗 ？Made in Taiwan 他没提狗数啊。这个 Jazz 怎么直接去撞毒爆？操作失误吧？是他内格对不对？他这。他干嘛？应该是他那个，根本就直接 A 过去，然后去撞啊！而且 Made in Taiwan， 他这个，对 ，Made in Taiwan 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我傻了。他揶揄他一下，这样，哎、欸，这么好、啊他现在开，他现在下了二矿，而且就是他不提狗数，就是直接用毒霸想去撞一下，可能是想占点便宜吧？那。这时候，可是老实说，他刚刚是送六只毒爆，然后就炸掉。当然是巨石他自己也有失误，被炸掉巨石一波狗。可是我觉得还是没等于台湾亏吧，因为他是六只毒爆、欸，哎，对，他没有炸到。对啊，变毒爆还是要一点资源的。他、其他他好像农民也没炸死嘛。对啊，没有炸死农民啊，那。变成说用四只毒爆，哎、欸，还是六只去换那个，就是换六七条狗，可是不划算了、啊。好，没点跳在这边走的是蟑螂，双控的蟑螂，那双方都转蟑螂了吼。那双方都转蟑螂的话，就看科技还有经济了。双方目前攻兵数也是一样的。那 Jess 这个时候丢下了进化石，马上要提蟑螂的一攻了。可是，是Made in Taiwan还没下蟑螂池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看错了，他是先下进化室，拍谁？我把那个进化室拆成蟑螂池。啊、那他对，那他现在才提狗数的话，接下来要怎么打蟑螂，倒是很令人费解。而且巨石的工兵已经比较多了。对啊，他补的好爽啊，就第一次不停下到了四只。而且是双进化室哎、欸，双进化室现在第二个进化室卡在这个位置上，还蛮妙的。对，然后就用第四做防守，直接堵死那个路。对你毒爆溜进来溜不进来，搞不好他这个进化室就只是毒口用的、啊，这个防御哇。然后第四真的是哇，这是超级防守哎、欸，五根第四，然后妈妈就整个挡住路。而且工兵补到四十几只，已经双控已经满载了哦。不过。我们没点他更狠啊，他是开三矿啊，有没有搞错？开三矿，可是他农民不够开三矿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对，就顶多是虫卵变多。他现在输了十几只工虫哎、欸，而且蟑螂池还没下，我真的搞不懂他要怎么防守接下来的蟑螂进攻。可是，哎、欸、，Jess 他的地次也补太多了吧？他是不是开三矿啊？他补到五十只工兵，这双方都开矿要开爽爽就对了。其实五十只工兵就蛮窄嘛。那如果说他接下来是不断的补蟑螂的话，那还说得过去。可是他为什么地次已经补到六根了、啊？他到底是在想什么？现在不知道，他可能就是比、欸、想要追求一个安全感。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他下了蟑螂巢，那却还没出蟑螂啊？哦，开始出了一口气转九只，然后一攻蟑螂一口气出了九只。
哦，先丢一波狗过来，可是也丢太多了吧？这个侦查一下，可是逃不掉。哦，躲在这边毒爆，躲在这边毒爆，有没有看到？记住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看到。有啊，有蟑螂，哇，一下子就打掉了，没有用啊。哦，真的还让你变成还得了？当然是先把你点掉。哇 ，Made in Taiwan 这下傻了啊！工虫数量差了快20只，我们看到收入，然后这小狗，这人口数也差了20左右。而且这个你看到、啊，它虫胎持续铺，大概第四大量第四期是可以搬到前线的。虽然说不能搬到对方家里面呢、啊，这是有点可惜啦。嗯，这个可能要像圣这样子很爱铺虫胎的人才去搬去别人家里面。对啊，铺到脸上。好，这个蟑螂的呀，全部都是小，全部都是小狗，狗数量很多，这几只蟑螂会不会送掉啊？而且你看它的资源有1000多哎、哦，真的没点台湾。这蟑螂都全部被包死了，这小狗还蛮有效的啊，蟑螂数量不够就往前冲。对，而且后面又一批，后面这批可能要送掉咯。因为没有速度的关系，现在还蛮优势的嘛。对。这大概也是哇，这个蟑螂的后遗症。蟑螂很可惜、啊，太多了没有集结，这样零清分成两批送过去，好、啊，狗狗来了，对啊，然后被迫取消三矿，对。不过大家只好做毒爆虫了，现在才做毒爆虫草太慢了，而且应该早没点台湾这么有钱，应该早点做。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现在没点台湾经济应该反而已经平盘了哦。对，这其实我是觉得。根本没必要嘛，那既然他那么有钱，工虫做那么多只，他毒爆虫草早一点下又何妨嘞？不过现在毒爆虫草早一点下的话，早就有毒爆多个几只夹蟑螂过去，他的小狗根本就没什么用啊。嗯，我们可以看到 Maiden 他这个时候想要出感染虫草哦，家里面下了一个感染虫池，二矿下一个感染虫池，而且他还开黄金四矿，有没有搞错？哇，这彻底的运营流啊！可是他的运营 也有点奇怪，而且1700没有花掉。然后他的那个富矿，他的富矿拉去瓦斯已经是失误了。你看他一个瓦斯矿有七只农民在采，而且这个大批蟑螂压过来，下面顶他还是有压力的，因为他。感觉是想要把钱存着留给感染虫草，可是这个时候感染虫也要被点掉了。哇，这时候同时下五个第四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现在蟑螂数量已经是有集结的了。哇，小狗就是死假的哎，会不会被一波带走呢？Oh my god！ 啊，他开始打出了 Oh my god 了，怎么办啊？而且要走远一点 ，Walk far。哇，爆了！好嘞，恭喜这一个 NG 战队拿下第二局，2-0的比数领先了。好的，各位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第三局的比赛，由 MAD 的 Doremi 对上 NG 的是 Randy 哦，他是用 Master 的账号，不过他是 Randy， 那是虫族对抗人类的比赛哦，地图是大都会。那本比赛的主要赞助厂商呢是 Asreco 语音软件。哦，又是一个近点、哦，而且是地面近点啊！这对人类非常的有利啊！只要用双臂引擎啊，对啊，这虫族就要吐血啦！让我想到上次 S Rush 跟巴丘是在空军近点打，也是被那一招，对，那个巴丘那一招打的正好就是在三点这个点位，然后用那个碉堡加上 SCV 卡在那斜坡底下那个小区块，嗯，对，我知道，整个就卡死。这虫族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解、啊，那张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讲很早工虫有看到的话，很早就要拉。那个是韩国发展出来的招啊，现在拿来借用真的是很讨厌，而且很难解。那个不早一点拉工虫真的是没什么机会、啊。嗯，来不及拉过去的话，一旦被盖起来围好，那几乎就打不掉了。就要等到很多数量很多的液化虫才行。嗯，对啊，现在
还不知道他敢不敢入手。然后直接堵弟弟口，但是这样子有堵住吗？他堵这样好像能够上去吗？我不太。对啊，这样子堵其实还是可以进去吧？我看这工虫应该是可以进去的，因为正常的堵法我之前看到是相反，颠倒的位置是颠倒，他那个补给站盖上面，然后兵也是盖下面。那我这边重组看到是一个近点，所以就提速我开局了。对啊，他上面又盖一个 BB， 就是双 BB 前压了。那对啊，就是双BB 前压了。双 BB 前压，不管重组是什么开局，几乎都有用。嗯，基本上我看现在天梯打人类每一场一定都是先来给你前压一下。常常啊，看地图啦，有的地图比较大，就很难讲。太大的图就比较不会，但是很多图就算是那种比较远的，就叫比较远的图，都还有可能双 BB 前压，因为看带的那个太阳光能的数量而定的，有时候会带多带少不一定，可是带多一点真的虫族不拉工虫真的是没什么解法，哇，真的冲了，带了四只，哎、欸、没有，他这样只有堵住了，我刚刚讲错了，他这样其实是有堵住的。有，好像有，因为聊天是在讨论位置有成，是，好，那就是位置有成功了。他有讲对，好，这个前压我们看他斗得力怎么做防守呢？他会不会在这是在底下盖碉堡了？他没有二矿啊，其实，对，哇，封住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斗得力有地势哦，待会重开铺一下就可以直接。对啊，但是现在他要那个、啊、要铺虫卵，要用虫卵，就是这样子有点赶，能源有点赶，好像有妈妈这边等啊，他就等了一下，对，好，不铺不行啊，好，铺了一个，果然铺了，不铺还是不行，不过现在这个版本的碉堡回收会只有75块，所以大概两个碉堡就算都回收，还是要损50块，哇，他居然回收一个碉堡哎、欸。这不是限料，他回收一个碉堡，然后盖在这边，他就是要让地势打不到的意思。哦，对对对，可是他待会重开，让地势要移，要等一下，从他要再铺一次。对，他这样铺第一次重开是打不到的。而且人类自己开二矿，我还盖，哎，怎么又取消了？他在做什么啊？他一直在算那个距离吧。不想被那个地势戳到。对。然后人类下了二矿。现在人类这个二矿开起来之后，经济就很好了。然后看虫胎铺下来就又把他的碉堡回收掉，真的是蛮心机的。而且董就很爱钱。董人咪这个单矿开二矿开不出来，所以选在里面下第二个孵化锁。哇，这边溜了一批狗过去，这个有机会吗？我们看人类家里，家里面门口盖了碉堡，好，赶快升起来。斜坡上放了很多机枪兵，这样子应该没什么机会可以打掉啊。他自己把自己堵挡住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他补给站升起来，把自己挡住了。大哥，你想送兵也不是这样子。哇哦，哇，太尴尬了。机枪兵死光光，可是还好还是守住了，还是守住，可是其实不用那么亏的。不过他如果不及时把补给站升起来的话，就机枪兵还是会被晋升啊。只是他楼上，他家楼上也有补给站的，他家楼上补给站升起来就不会被撞过去啊。对啊，他就不要把门那个外面的补给站给升起来，不就得了？那我看他双方工兵数，现在虫族很穷哦，二矿开不出来。哇，这个时候打碉堡了，打得下来吗？应该是打得下来，因为 应该是可以的。我马上做回修，回收起来了。回收。哇，竟然回收起来了。对啊，还不错。哦，这个就没有回收了。斗雷咪蟑螂有回拉，可是回拉还是没什么效果，还是都死了。哇，双方都死。现在亏翻了，人类经济算是有死了。对，人类现在差不多车现在多了十只，对啊，多整整多了十只，而且还有矿多，这经济就是两倍了。
然后还有三间兵营同时不停的在三家里面三个碉堡，让虫族一点进攻的希望都没有。不过董仁英这个时候开始也是在开始补工兵的，不补不行，不然太穷。对啊，然后下了毒化锁。好，董仁英这才提二本，哇，又下毒帽虫草啊，这样子。不知道是不是要升毒爆的速度，还是其他科技哦？我看一下双方目前收入，人类收入领先差不多200左右。可是他可以看到他有几这个人类的 HP 现在拉过来，到是不是要怎么？是不是要防守呢？他是担心被打？有可能哦，因为这几只不管怎么被拉着在那边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的。应该是他可能觉得对手蟑螂有一波可能会打过，好，一把雷达扫下来，看到对手的二矿。好，这边飘一只 overload 进来看，不过这边有一个兵也没有看到。我觉得他有点谨慎过度了，这个人类还打得非常的稳健。哇，好多兵营啊！这双矿兵营盖到五间了，就只剩陆战队，这是那个纯爷们流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对啊。超爷们，而且还是外国人，怎么用这种纯爷们？然后他还有一个兵营下反应炉，这样等于六间兵营的，对吧？等一下大量没有，他后面你看他烟雾里面还有第一间，所以是七间兵营。他烟雾还躲一间啊！哇，然后董人哇，这兵营躲这么后面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藏一个起来。然后董人鱼这边是。提毒爆速度，然后下一个那个飞糖塔、哦，飞糖塔下哪里？可是如果要挡毒爆的话，没有坦克车，好像他这样子就是太有效，就是这个人类对自己陆战队操作有自信，才会这样子打，就是一直要你们。对啊，他打算两间都出掠夺者了吧？可是我觉得这样没有用啊，因为你看是近点，虫胎马上扑到你脸上，然后毒爆又有提速度，你就算有打针在虫胎上还是会被炸。还是会被追的，对，而且一次扑三颗，这虫胎到底蔓延的会非常快。但是人类一定要来清虫胎，不然不清虫胎，自己的生化部队会直接被炸满脸哦。可是现在人类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好，他已经饱和了，整个那个 HP 多到满出来，哇，56只啊！对啊，然后人口数也领先好多。哇，这么早就打针了、啊？打针了，这会太冲动。对啊，这么早就冲。我不会是看到毒爆虫，所以他在打针。他是因为看到大量毒爆在变，所以不得不打针。好，这时候做一个分散。打针就直接冲过去，哇！分散冲过来，炸！哇，这个我觉得人类有赚呢、欸，因为他的毒爆其实被换掉很多哎、欸啊，那大量被洗光了，大量兵营马上又再补出来。现在人口数差了三十，而且一攻人类的一攻一防震撼弹，然后还有全部都快提好了，这科技全部都提好了，一攻一防都好了，快好了。然后虫胎被打掉了，现在上斜坡已经没办法了，因为人类这工兵是不停的、欸，速度有到60只，但他那已经要开三攻，哇，又进攻又冲了，又打针冲了，他冲的好猛啊！而且现在虫族没有毒爆虫，囧了。哇，全部要阵亡了！哇，他又打针了一次啊，真是嗑药嗑个不停。这个我们要抗议啊！我们这外国选手吃禁药啊，一直嗑药，这样子不公平！哇，我们的抖音一、啊、二控直接这不行了，都 GG 了，也卡在这个，全部都死光了，卡在这里实在太讨厌。而且他的地势已经打不到、哦，他刚好抓到虫族没有任何一只毒爆虫的 timing。哇！死伤惨重，这不打 GG 吗？还打针？他已经没血，全部都红血了，还打针？他就是很爱吃禁药。好，给你炸，我也不痛。那嗑药嗑过，你看后面又来一波，又来一队哦。那七个兵营，那六个兵营在补，人可怕。兵太多了，傻眼了。然后家里面两个军工厂都盖好，还下还到处下防空塔。不过他是炮台的。好，这样应该还是不行，虫族应该还是要 GG。哇，冲上斜坡啦！再打针，这爱嗑药啊！
我觉得他冰的集结点已经可以直接放在从家里面了，就直接射人家家一直送过来，好，加狙狙，对吧？抖人民狙狙了，多人开，可是 有些人是重复开的吧？嗯，有可能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你带来今天第三局的第二场比赛啊，那地图是非常大的一张地图，塔达利姆圣坛。这张图重组应该是80%是裸霜啊。这张图不裸霜真的很可惜啊，可是人类的话，人类的话也难讲。人类也有可能像上一场一样用双 BB 然后开矿一样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单 BB 开矿都有可能啊，单 BB 开矿其实对重组裸霜也安全。是的。啊，可是我没有看直播，我就听不到你放音乐了哦，难怪我一直觉得好干哦。哦，真的啊。对啊，那你还是去听我的。他啦，你可以唱一下那个啊，那个什么夜市园吗？还是什么？什么唱什么？听说 LZS 都会唱、欸。唱什么夜市园？那这什么东西？那个啊，抓老贝老母那个啊、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是英国华侨，不太会讲台语，不好意思。看你是南部人吗？南部人不会讲台语、哦。我是英国华侨，英国南部啊，对，伦敦嘛，南部。嗯，好，我们抖着咪要裸霜了。看这个样子是一整个裸霜的 face。是的，那 Master 虽然先读主矿口，但是还是有可能开二矿，待会就读两层那样子。哎、欸，他没有打算开二矿哦，因为他现在是下瓦斯哦，那可能对，所以不会立刻开，之后还不一定呢、啊。嗯，因为有可能是打半科技，然后半开矿的路线。啊，重组就直接裸了，很正常开局，就这张图。工虫也很顺利的找到了斗人咪，不是找到了 Randy。我们看一下 Master 的视角 ，Master 啊 Randy 的视角，他现在还没有看到斗人咪的那个点位哦。等他看到的时候，这二矿都开好了。对啊，这张图现在二矿一半，实在太大了，我挂科技了，是不是要升死神啊？张图生死神可不可以直接跳过去？好像可以耶。可以哦，从那个点的一点位置的左边他那边直接可以走过去，还蛮近的。现在跳过去就是一个近点，啊、超级近的。可以闹一下，果然是死神哦。那现在正在。人类正在应该是在等瓦斯啦，因为死神要耗50啊，所以要盖碉堡了，比较慢一点。盖碉堡了，不是他要盖建筑物，他应该是要盖建筑物，盖军工厂吧？军工厂没有啦，我是说我是说二矿，重组二矿这个。哦，你是说门口？对对对，你是说对，重组二矿，我是在说他家里面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我想说奇怪，在这边盖军工厂干嘛？他不是盖军工厂，他是盖指挥中心诶。哎、欸，还是开二矿。这个打法，我在之前在看圣队上韩服的人类有看过，还是、嗯、是很强，是蛮极限的一招。你是说碉堡，还是说这个开局？先用碉堡进行前压的骚扰，然后用前面都。大概生个两只死神，然后放在碉堡里面反你、哦，那家里面就开矿这样。不过是还好，这碉堡没盖起来，不然盖起来的话重组就对啊。因为我在之前看过 replay 上面，那有的是多拉几只 SCV， 就是太空工程车，然后有碉堡盖在他们相接邻的那个两个矿相接邻的中间点之类的，然后有盖成功，那就很烦。星际港啊，那叫神力料亭。对啊，就是走半科技路线啊，就科技跟开矿这样。嗯，那他门口下的碉堡，现在防守也是没什么问题。
而且太空工程车的数量一点也不落于不落后于工程。对，现在真的还领先三次，还领先呢、欸。现在第二个新轨开出来，经济会非常好。我们重组这个车也要大量工程。那他的那个异化虫想要钻进去看，可是损失了蛮多只的。哇，这样我也钻进去损失了，然后还是没钻进去啊，就在那边绕来绕去，等一下就。我就看到斗雷米总共损失了九只的军队哦。哇，不过斗雷米口气又补十只工兵，这个时间点补大量工兵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不过我在想，接下来这个 Randy 可能会走空降路线。嗯，这张图不空投可惜啊。对，就是用这种迅速的打法在大概八分半左右进行第一波的空投。嗯，不过八分半到九分钟这张图空投，我觉得要配坦克过来，他开始军工厂也是开始要来升坦克了。对，可是他的第一波空投就直接放在主矿的位置，那因为有打针已经升级好了，所以说如果有空投成功的话，异化虫会死得很快。这虫族是不是要直接攀飞躺的科技线啊？都没有张张纸就在提二本，而且被扫描也扫描到了，刚刚扫描到主矿，对，看到二本，对，看到二本就心里面大概也有数了。哇，要开三矿，而且目前没有下毒爆虫法，我是觉得有点太大胆。我觉得他超偷的，他工兵又补了九，要补到五十几只了耶。补到五十几只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大胆，他应该这个是圣吗？应该预先下好一些建筑物来。我觉得圣好像平常也不会这么偷，他圣应该是补到45只左右就停了。然后圣一般来讲，像圣的话，他就算偷的话，他也会有建筑物做预先的准备。这个没有毒爆就尴尬了，就主控工兵大概这一波就结束了，这一波应该就结束了，可能不会结束，可能会大亏就是。对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做毒爆。狗吃还赶紧点掉，真的是太偷哦，那没有办法。我们看损失的工兵数，12只了。他应该不完全没想到人类会从用空降的。然后这么快，对，而且又卡在这个点。可是其实这种招式的话，这种时间点还算蛮常见的，就是那种八分半的快投。嗯，好，二空是第四。这个时间点刚好打针早就好了，所以也没办法。哇，你这接触力超小了，人家工程在这边降在这个尴尬的位置。对，工程这边塞车，好亏啊。然后又一直不断的补血。从头到尾就被这几只陆战队玩死了，才两，而且狗池才两船哎、欸，螺旋塔跟狗池才两船，对，哇，还利用小狗都没办法做，还利用对手的建筑学在那边卡、啊、不过斗文明是直接用穿控来咬，可是已经元气大伤、啊，大势已去的啦，工头死了超过一半，他工头死了28只，好可怜哦，哇，人类现在地面直接走过来就好啦。他现在也不用这样了，他直接走过来打你就好。对，他直接 A 过来就赢了，坦克支架也好了。对啊，而且就支架好，他还有多种选择，怎么玩你都行。他可以从正面，也可以从二矿旁边，然后还可以空降，是多种玩法，一次满足。真的哦，这样听起来，这没有毒爆实在是太大意。啊這個、哇，还空降，又是这个恶心的点。哇，一直不断的降啊，上上下下，又一船。而且人类还没有，人类还开三矿嘞。而且人，你看这人类资源消耗的非常的好，我觉得他很强哎、欸。经济压得很不错哦，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对啊，经济压得很干。而且他刚刚前面那两船空降爆出来，前面那两船空降找的位置都很恶心啊，太恶了！我觉得根本是纯虐啊！这个斗雷咪真的被虐的斗雷咪了。哇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飞躺出来稍微挡住了一波，但是只好期待挂掉的建筑物。
那个虫虫能把他打死。好，这个非常回救，这第二波终于又是守住了，但是工兵数已经来到快三倍的差距啊。然后那个孵化池又要盖一次，他盖第二次了。哇，这可怜，而且非常塔已经点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悲剧哦！然后人类指挥中心已经盖好，要准备抢三矿了。哎，那现在只能补工兵。哇，有一船过来，这个有一群过来，现在飞弹炮台又盖好了，飞弹到不到什么？飞弹炮台盖了好几个，这第三波一定是挡不住的。他飞弹炮台整个盖一圈在家里面，我看一下，什么都打不到，怎么盖了四个？哇哦，盖一圈倒。好，又要加在滴滴了，又来了，这个恶心啊！不加滴滴了，还是加，还是加。他直接来了，直接来了，硬上你了，我就不跟你耗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直接要你打 GG 了。哇，那就是3-0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啊。哇，马上要进入今天第四局的比赛了，好像又是重打重。剩下两局都是重打重，那。也很快，我们 MAD 的 MAD 的同学们要加油了。对，没关系，他剩下两个，一个是911，另外第四方是谁？我有点忘，是苏菲吗？啊，不对。哦，这样还有机会。嗯，还有机会要加油。哎，抖 M 还是不打 GG 啊？他准备打最后的一波吧，最后的异化虫一波。哦，这个异化虫，可是这异化虫不是？它是最后，最后的抵抗了，一发就解决你了。他想一下毒爆虫草、啊。哦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哇，很没机会啊！机枪兵还剩下，机枪兵还剩下快20只。GG， 3-0比数，马上进入第四局的比赛。Win 的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第四局的比赛，由 MAD 的微风哥追风少年冲出玩家队上的是 Baron， 不过 Baron 因为用的是别人的账号，因为他的账号好像已经到期了，所以是直接还是用。N 群的冲突玩家称呼他，也是一个冲突内战。是的，那现在彼此是在近地面近点，而且两边的王虫都往对方家探了。嗯。今天 MAD 不知道会不会被 AKO， 已经3-0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你先讲。这个他是先生王虫，然后再做工虫，所以顺序有点不太一样。他那个风哥他，他就是微风哥，他是偷了一只工虫，在做王虫，顺序有一点些微的差别。哦，应该是偷一只补一只，然后再补王虫吧。对，然后那个男爵他是先做王虫，然后再补工虫，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这个空中王虫交汇了，所以马上的原本那张、那個、马上知道对方的位置。对，哎、欸，对，刚开场问一下，那个他们今天最后一点那个911，你认识吗？算认识啊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只问一下，因为听说他什么新海一很有名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想说肯定他新海一很有名，可是我跟他是魔兽认识，打魔兽认识的。哦、是啊，他也认识我。他魔兽强啊。他魔兽还不错啊，我之前是也见过本人不少次啊。嗯。对啊，就是在网剧的时候，以前在魔兽有见过面。他不是听说以前是 Rush 的吗？对，新海一，他新海一是新海是一是 Rush 的、啊，然后后来没有，很久了，他是很老的玩家了，是巨时代的事情了吧？啊，本来叫昆女，现在女的老人，
不好意思哦，就是年纪大了嘛。不会啊，嗨尔夫玩一代的时候应该快18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对，其实高阶高阶还不算老哎、欸，如果以新海的玩家来说，其实还不算老吧。对啊。可是我就。我是很早期刚出那个游戏刚出来就玩了，那现在 Wind 的伟峰哥他出了那个速狗提速狗，然后下了毒爆虫草，毒爆虫草，对，然后男爵他虽然是看似速狗开局，但是其实不是，他下他二矿已经好了，然后下了蟑螂繁殖场，现在下一根地刺做防守，这样的话毒爆对。也不知道会被守住。是啊，他没有，他并没有升级小狗的速度，他应该是准备用直接打蟑螂，直接打蟑螂流。对，这个高地口其实蛮好堵的。对啊，不能堵。哦，一口气变了四只毒霸。等一下就准备进行一波冲锋了。那现在男爵的地刺还躲在土矿上面啊，所以就要看等一下毒爆的效果如何。现在蟑螂已经出来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堵住了。哇！不过外面刺慢慢一定要被夹掉喽。哎、欸，毒爆从后面悄摸摸的拖上来，还有被点掉一只，还有三只，但是上面还有根地刺。又拦截掉！哇！跑出来的弓虫，但是他只有炸。他跑出来的弓虫正好对上毒爆，然后就死个一干二净。我看一下，就是总共炸到三只，目前双方攻击数都很少。对啊。但是我对他差点又死一票弓虫，只是因为只有一只毒爆就打不死，全部都红血。可是恩爵这边应该现在还是有一点优势，因为二矿开的比较早，因为现在经济是一样的。对，而且他第四已经走出来，然后。他的蟑螂已经开始放在路口附近了。对，那微风哥这个时候也要转蟑螂了。不过他的蟑螂有点放的有点散了，现在可能要调动一下位置。嗯。现在能觉得就把用他的工虫数量有点少，只有十几只，而且并现在就开始补了。对啊，现在开始补了，现在补到五六只。对啊，一口气补了五六只。哇，又继续补。现在，对，现在数量已经差不多了。那个微风哥的蟑螂池也好了，也在、哦、也补了一轮的农民。不过恩爵这边稍微卡一下人口、哦。现在双方都开始营运了，不知道是不是。会不会有一方来走一个所谓的科技蟑螂？人口数来看的话，还算彼此还算超先进，蛮接近的啦。嗯，那伟峰哥他的瓦斯已经等于是只有一只在踩，对，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失误还是怎么样。那。还是故意的，因为其他的瓦斯有可能哦，有可能是为了金矿，所以才哇这边溜了过来。赶快回到路口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微风哥自己家里面在提二本哦，可能要升蟑螂的科技。那巴隆他的工虫数量多了七只，现在经济是比较优势一点的。不过他人口一直卡，我看他卡好几次了。哦，怎么三只工虫会发呆？集结点射错了，还在发呆。对。哦，又来五只毒爆，小心了。吃毒爆赚不到东西的。先欸、不过毒爆往上装，赶快挡住，赶快挡住！哎呀，还有两只上去了、啊，没挡住，有两只毒爆，哦、快闪，快闪，一只就不怕了，一只剩一只，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！哎、欸，哇，还是被炸到，没关系，这个撑住，待会血就回来了。还好只有一只，
还好只有一只，不然就而且我们看到现在 engine 的 baron 这边整个补上来了，工兵一口气又补了9只，是41只啊，那这个经济非常大优了。看到这个收入，然后现在提供，嗯，哇，现在感觉 engine 这边重组还是渐渐的把自己的优势拉大了、哦。对，借由营运的关系，把自己的资源跟兵力优势都拓展出来。那微风哥他并没有下，他之前并没有下进化师，现在才下，那他的升级已经慢很多了。嗯。然后宝龙他现在下了第二个进化师，马上也要提一防了，甚至二攻二防还在提。因为现在他的孵化所在升级二本，他大概已经升级一半了。嗯。不过微风哥这边的二本是先升好了，所以他已经先在提。他在提速度了，对，他速度会比较快，他等一下是可以比较主动一点，但是现在的经济优势是在巴龙这边，对，巴龙的经济领先整整400块钱，其实差蛮多的哦。对，我是觉得说他那个微风哥还是要找个时机赶快补一轮，小补一轮农民看看。对，不然哎呀，现在巴龙已经开始在补大量长老了。哎、欸，不过，宝肉其实没有提蟑螂的跑速哎、欸，会不会抓一个一攻好的 timing 直接推过来呢？还是要等一防好？一防好好像太久了。对，一防要好。他是忘了提吗？他忘了提吗？不然他现在资源很够，其实应该可以提啊。應該要提，然后他不小，他又卡人口，真是有点奇怪。他是要走遁地蟑螂。可是他走遁地蟑螂却不提攻，却不提跑速，然后转感染虫草。对啊，对，有点可能，我觉得可能是忘记。忘记哦，可是他明明记得。那微风，嗯，微风现在也做了感染虫草啊，那两边基本做感染虫草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可是攻兵数还是差11只啊，微风迟迟都还是。对他一直没有迟迟没有补上来，那微风的进化是只有一个，那。宝龙的进化是有两个，现在攻防是落后的。我现在想到了，现在开始提蟑螂的跑速了。对啊，那已经在提二攻了，可是微风他现在一攻还没好。哦，现在蟑螂的数量其实只差了，其实蟑螂数量几乎一样，只是科技有差。对，科技有差，已经是这边是先一攻好了，不过等一下是一防也好，那这边只有一攻。不过其实也差不多啊，也快好了。不，哎、欸，他的兵有一些放在外面，忘记拉了吗？像斜坡那边有一只微风，他的兵有点散。真的哎，应该是忘记拉，我觉得。那边有一只，因为一只也打不了什么。被遗忘在地图的角落。哇，下了三矿了。宝龙他的经济真的很好，他现在下了三矿了。对。在家里面一直不断的存兵，而且微风的攻兵数还是不太敢补啊，现在还是只有38只。嗯，但是至少还有补了一两只上来。那现在人口数已经开始渐渐的有差距出来了，而且本龙钱花不完哦，所以现在第四个孵化所，大概四个孵化所的那个虫卵是非常可怕的。现在微风一攻一防终于好了，但是他没有提，他没有继续提二攻二防啊。那相较之下，宝龙的二攻已经快好，但是二攻一防打一攻一防，然后他还有遁地。哇，在拆石头。不过什么是拆下面的石头？这样对手不会很容易溜进来。嗯。但是这边也有一个石头啊，所以还好。他拆石头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他可能是拆趣味的吧。反正没得打嘛，就找个东西发泄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宝龙这个时候他在补三矿工兵的，你看他工兵数已经补到51只了，经济还是非常好。哎、欸，不过其实微风的人口数好像虽然讲他经济差，可是其实微风有赶上了，对，好像还是有赶上哦。现在二攻已经好了，现在把龙二攻已经好了。所以待会我们还是要看感染虫的这个释放。哇，大会战要来了，大会战要来了，准备了，感染虫已经跟上来了。
两边的感染虫都来了。哇，第一把正中红心。哇，第一把正中红心，对，拉回来，往前冲。哦，但是宝龙也被放一把，哦，又放。微风跟宝龙都各放了对方一把。哇，现在两边放的不亦乐乎啊！全部都是粘稠一体，这放的好满啊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攻防问，我们可以看到宝龙的感染虫多很多。现在微风已经被打输了。对，而且感染虫兵力落后好多啊，因为超多感染虫有差距。哇，马上要反推回去了。现在不妙了，对，人口数差了50几耶，而且感染虫速度这么慢，又放一把，没想到刚刚人口差距差不多，居然打一波打出来会变成这种下场。我觉得感染虫数量感觉还是有差，那攻防也是，对，攻防也有差距，攻防其实也蛮关键。不然刚刚他们，哇，全部遁地回血，然后金草虫现在开始变，等你变好的时候，哇，又被放一把，这亏大了，当然马上起来。全部都阵亡了，这一波又送掉，又放一把，哇，又放一把，全部阵亡，马上反推过去，我微风哥不行了，现在准备要打出第一次的狙狙，好，打狙狙，马上进入下一场比赛。好，各位，马上为您带来第四局的第二场比赛。那这个在第四局的时候，还是要广告一下，本比赛的主要赞助厂商呢是 RC Record 语音软体，一款非常好用，而且免费，然后延迟相当低的语音软体。那第二场比赛地图是废料出战。这张看看会不会有人敢来做一个裸霜哦？对啊，刚刚第二场在这边裸霜的那一方输掉了。对啊，这就要看这次会不会有人敢裸霜，然后效果怎么样？这次那个宝龙他又是一样，他是先做一只王虫，然后再做工虫。他不是走偷人口，他不是走偷人，他没有，他不是走偷人口的路线，他是先等100，然后9只农民的时候，9只工虫的时候等100，做一只王虫以后再做工虫。可是其实我在玩虫族，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偷人口到底会不会经济比较好，我也不知道我之前看文章是觉得是说差不多了，但是在玩家的感受上，就是先有一只农民能够采矿是感觉上是比较好。但是还你取消瓦斯也是对啊，取消瓦斯还是要损失一点钱啊。而且你取消瓦斯也怎么讲，就是你去盖瓦斯的时候，那只工兵也不能采矿。对啊，找那么点时间，到底有没有差？其实很难讲。好，我们微风这边是4D 的，两边都差，两边都一样。对，两边镜像开局哈，这狗池的进度一模一样。就比那两边也都看，你两边也都看到对方的开局了。因为是空军近点。对，那飞出去的王虫也相对的都看到岩石这边，也都碰面了。不过微风哥狗吃一号马上也要拉去开矿了，相较之下 Baron 这边提速狗一开马上停瓦斯，微风没有停瓦斯哦，所以微风有可能走双控不爆吗？盖下了孵化锁，然后没有停瓦斯，这样子对于资源来说很资源来说蛮吃工虫数量的，因为他哇，法隆这下盖了第一次跟三场一样的，几乎是一样的位置来做第一次前期的防守。
哇，然后微风他下了，前面的狗狗做一个交换，结果微风还剩两只下来。对，那微风现在算是赚了，他的他毒爆虫草已经一半了。那现在前期总觉得微风哥现在的开局就蛮还不错，他工虫也偷补了一只、两只。待会就看这个毒爆能不能溜上，尤其这个地刺的话，还是没有办法涵盖整个矿区哦。如果待会毒爆可以从左边，蟑螂是已经生出来的啦，那就。但是因为口这么宽哈，蟑螂也没办法整个都堵死，所以说就要看它能不能顺利的穿过去。但是王虫是已经看撞到了，他的王虫这次有摆在这个位置，就可以看中间这个看不到的这个是怎么讲？烟雾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要开矿的地方呢，被放了异化虫，现在开不起来。哎，不过微风还是转蟑螂为科技线，然后这个时候再补一些狗，可能把让他想要开，把让他想开二矿的工虫被咬掉了。哇，有点损失，拖到时间又死了一只工虫。对啊，工虫就在少了，还是一只。我喜欢微风工虫更少，微风工虫才14只。哇，17只狗！现在这一波做一个压制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微风它的运营其实还是有一点问题啊。我直接做一个包夹，这个包夹很危险哦。哎，毒爆嘞！毒爆在后面没来。哇，这个白鹿感觉很亏啊！哇，在角落变毒爆。喂，还蛮……这边有两只毒爆，现在才是故意的吗？故意还是忘了、啊？我觉得好像是忘了耶，现在才拉。哇，这个毒爆出来了，然后加上你们两只六只，毒爆溜进去，我炸！哎呀，没有炸到，炸到了，还是一样炸到了三只。哇，哎、欸，不过不错了，还是把对手二矿开不出来，这样还是。对啊。总觉得他这个微风是牺牲他自己的经济，然后都打那种主动的进攻，是蛮积极的打法。哦，这个二矿能不能够咬掉红血的硬咬是不是？红血硬咬200滴，100多滴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，咬掉了。哇，这下损多了。但是现在 Bro 这一波反推，我觉得 Bro 应该要反推了吧，他应该重新来开也没什么机会。不反推就亏了、啊。那先，可是现在他要反推，还拆石头，距离又很远，就要再拆石头。我是差不多要拆个半年左右啊。那等到拆到天都亮了。我们看一下微风视角，他没有看到对手在拆石头，要拆到第二块他才会知道。他没放王虫哎、欸。对，他没有放。那现在微风也没有，还是不补工兵的，刚刚好像要补一点，补到18只了。然后这时候双方都要补蟑螂了，完全是牺牲经济的那种拼命流啊！好，微风看到了，看到石头在被拆了，那他现在要开始准备了。不过他现在蟑螂数量，不过他跟结果现在蟑螂数量反而是 Bro 领先5只啊。对啊，现在兵力比较少，而且我们可以发现，这边就一批狗进来，完全又重新去咬你二矿，还蛮成功的。现在就不知道要打还是要防了。但是大部队就不管了，决定要打，直接全压了。大部队全压，现在哇，但是前面狗狗操作失误，先送掉。他不回防，他选择互换吗？又变毒爆，但是又开始变毒爆。哇，好紧张！但是现在。现在有拉弓兵，有拉弓兵就有机会守住，应该是可以守住。还有补血，他还有补血，应该是可以守住。然后这边毒爆变出来了，我看这包毒爆有没有炸到。我、哦、有机会，哎，还是拉了，哎、又拉了，反应还是很快，哎、一样的地方，还是没炸到，还是没有拉到，被绕了蛮多只的。哇，那现在弓兵输，应该又是平盘的，蛮刺激的。可是现在。那个后筒用的能源用的很干哦，连那个微风的能源它用的很干，连虫胎连一个都没铺，
对，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宝龙他的铜台已经铺的，我们宝龙很明显的把热剑改过来了哈，这铜台一直在铺。对，铜台铺的很好，一直铺过来。可是微风他的铜台一个都没铺，这样子对等一下他的防守是有一点不太好的。嗯，哇，不过现在宝龙又重新开一下自己的二控，这块从头到尾被咬爆了两次，现在是第三次了。对啊，真是锲而不舍。好，这时候蟑螂又来了，那些兵力又来了，想要绕道过去探，可是哇，他的蟑螂被包抄了，现在是很难回去，没有速度，不太妙哦，对微风不太妙。好，又拉妈妈守得住吗？又拉妈妈来打了，应该还是可以守得住，后面还有一只蟑螂跑过来防协防。这样子很勉强哦。后面又来了一点点狗。守得非常的勉强。好，我看一下双方工兵数。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微风工兵数已经大幅领先了。再这样子撑下去的话，只要不要有太大失误，微风应该是占优。有机。对。看能不能拿到。还蛮有机会的。看能不能替 MAD 拿下这一局。对，看定 MD 拿下今天的第一场胜利哦。哇，不过伯仲一直还要打过来，好像他也是蛮主动进攻的，可是现在已经兵力比较少，因为刚刚强压了几波，刚刚堪堪被守下来，所以说现在兵力反倒是有一点劣势。好，微风这时候在提二本，不知道是不是要升蟑螂科技。好，现在换微风反推了，我们看这一波大量提速狗效果怎么样。对，现在微风的提速狗速，哇，刚好抓到这个地刺，是对方的两倍。哇，蟑螂也跟得上来，现在大优了，抓得很漂亮，哇，不错，上主炮就有机会了。这局要拿下来了，也恭喜这个 MAD 拿下今天第一场胜利。对，现在是回天乏术了，宝龙是回天乏术了，都进主矿区了。好，这时候蟑螂回救，但是数量不够。好，打 GG， 对，打出了 GG， 进入第四局的赛末点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您带来第四局的赛末点哦，仍然是重组内战，地图是大都会。哇，陆地近点。嗯，这样子比赛应该会进行的比较时间应该会比较短。嗯，两边都往空中近点的方向探。哇，这是吓我一跳，还存100块，就像你说的，九人口存100块。我刚还以为他已经很习惯了。刚刚其实我每一次看都会以为他好像要放招了，可是九滴或十滴，可是其实他是都做王冲。哇，这是放招的是十滴，真的放招了，而且运气很好近点，然后再拉去看就很开心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实地是 all in 还是只是做一个压制哦？对啊，哇，这运气真的很好哎。可是峰哥真是拼了。最近我在美服天梯是玩随机嘛，我玩到重组打重打重我都输哎，我每一场都八 D， 可是每一场我都输哎。你干嘛八 D 啊？那有时候去，我就不会打重打重，我就只好碰八 D。很赌运气哦，裸霜啊，真的运气太好了，哇，真的是亏大了。当裸霜遇上十滴，躲在这里，这样我就要下地刺了哈。这已经一半了。当裸霜遇上十滴，哇，下地刺还下在这个位置了，哇，傻眼了，怎么办？咬不掉，这个地刺咬不掉，咬不掉，而且狗狗来，他干嘛取消啊？他取消可能是他夹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夹在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更难咬。对，这更难咬，又要拉。狗狗来了，他取消夺宝了。可是 all in 了，这个 all in 了。
all in 哇！可是现在微风一直取消两次，微风也不能下第一次，他只剩100，有100块，你可以下。哇，比赛会不会在四分钟内结束呢？先生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宝龙现在宝龙有钱，可是他做不出东西，因为他应该要把他拉，孵化池还没好。可是，好，赶快补四条狗，但是他不能咬孵化池，他不能咬孵化池啊，他要赶快去咬，他要赶快去咬东西。应该还是 GG 了。哇，又来两条狗。被咬掉GG 了，四分钟，四分钟结束，恭喜 MAD 拿到一分哦，好快啊，3-1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最后一局的王牌对决。MAD 这边派出的是月影，也就是在星海争霸一当中人称911的冲突玩家。对上的呢是恩俊的，这怎么念 ？Azazel， 不过因为他的这个账号也是。到期了，所以是用 Master 账号，直接用 Azazel 翻译成，然后是传说中的堕天使，堕天使，而直接用堕天使称呼他，那仍然是 ZVZ 哦，地图是大都会空中近点，对，空中近点。那本比赛的主要赞助厂商呢是 Asirico Unite 一块，相当好用，而且是免费的。这个堕天使的 A P N 这么高啊，400。他是怎么按的？是手抽筋的吗？好，降到200多，又到300。可是其实911的 A P N 也不低啊。一开始大家都是这样嘛，就看之后正常打以后会怎么样。对，两边都现在两边都是偷。偷王虫，把偷工虫的开局，所以是偷工虫还是比较常见啊。像刚刚那个男爵那样子的开局法，算是现在比较异类的开局。看圣也是偷啊，对啊，圣都是一样啊，圣都一样，他一定是偷一只。月云这边14D 的狗池开，那 Master 啊不是 Master， 堕天使这边好像是要裸双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哦，是空中近点裸双还是有点危险？他是不信，我要裸了，那第一时间要被阻止，所以可能要不给你裸，不给你裸，要被迫下狗池哦。啊，坚持要裸，还拉第二只过来。哇，不过他已经下狗池了，所以还是被不行，因为还是被 delay 到，所以还是先下狗池。delay 到很多时间，啊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剩下十滴血了，哎，这个不能死，这个、不能死，这个、死了又要重拉、哦。儿子死了就麻烦了，死人很伤啊，死人亏。一开场心情就会不好。对，而且也有影响到经济。那现在911的狗就是月影他的狗值就比较早好一点，然后而且他瓦斯也下了。那现在堕天使他还是一样下了，他还是照样下了他的那个孵化锁，所以还是走经济路线了、啊。但是就被迫一定要来走一个防守的态势。对，现在工虫数量是一样，可是夜影他已经开始升级小狗的速度了。对，小狗速度了。妈妈，月影他在魔兽三的时候是玩什么种族吗？夜精灵跟你同种族。对对，没有啦，我玩人类啊。哦，我又忘记了，拍谁一直忘记。没关系，夜精灵。没关系，因为大家都会误会啦。不过。我一开始也是什么种族都玩，然后后来才专心练人类的。可是我知道魔兽三不是种族太弱。有啊，也是有也。哇，现在小狗交换了一下，各死了一两只。哦，操作。现在又死了一只。月影现在是四只狗对三只狗，不知道为什么要退回去。而且月影现在单矿马上转的毒爆虫草，而且持续还不够啊。对，要来一波了吗？那现在那个堕天使他下了两个地刺的话，两个地刺做防守应该是对啊，绰绰有余，应该是十拿九稳了吧？就对，但是这样子的一波感觉对经济就没有那么好。其实双你看他补两个地刺，其实双攻击数都还是很少的。对。那因为堕天使这个王虫放的位置还不错，他
在进攻以前，在月影进攻以前就已经先看到了。哇，这根本上不去，两只妈妈有两个地刺，什么都赚不了。对他看到，他看到地刺，他的那个毒爆就哇退了。这毒爆去炸碉堡哎！他刚刚有一个毒爆去炸碉。你有没有看到地上那个绿色？不是、啊、你说蒙斯克的雕像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说错，不好意思，蒙斯克的雕像。哇、哦！而且还炸了八十滴血，就炸一只啊！人家说碉堡去炸石头，还去炸雕像，这怎么操作失误的啊？这，哦，不过这边大量提速狗交换了一下，这是怎么点到的？我也觉得很神奇。那月影现在下了第二个孵化锁，所以经济的话还难讲，因为月影的话是工虫数量是少了四只啊。不过现在堕天使一口气补了七只工兵啊，马上超过三十只。哇，补的好凶啊！哇，这一波一手下来，我觉得月影就有点麻烦了。果然经济优势还是有差，就是说，他怎么拉了工虫？因为他从毒爆虫要从右边进来，他看到毒爆虫，所以事先拉工虫吗？对，他事先就拉了。哇，不过刚好还是炸到一点点刚生出来的工虫，只有炸到一只哦，那没差。可是被小狗从上面绕进去，哇，妈妈哦，有点可。这个十几只又死了三只，总共死四只，那又死一只吗？不过是还好，因为他原本就三只妈妈，所以对。可是他经济还是很好，因为他工虫数量就多啊。对，还是领先911五只，而且911现在二矿才刚开起来。月影啊，不行，我一直叫他911。好，现在堕天使也下了毒爆虫草，双方都走毒爆对毒爆啊，那这个画面就要很仔细的带。哇，现在堕天使已经领先十只的工兵了，而且他虫他已经铺得很出去了。月影他现在下了进化室，然后准备升级蟑螂的攻防，然后地刺也升，即时爬行虫也做了一个。好，现在提供了蟑螂攻。对，那现在攻虫数量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就经济有追上来了，可是那个小狗的数量就差距。差的还蛮多的，三十几只。哇，现在月影反而工兵反超，他真的很敢补哎。对，可是，哇，一口气变十只毒爆。对，一口气变十只毒爆，现在所有刚才藏起来的小狗全部往前冲，已经现在被看到，快傻了。哇，这一波毒爆。哇！不过炸到很多异化虫。哇！现在脸绿了，又被冲进来了。这十只毒爆怎么打？哇！全部都是蟑螂吗？哇！连进化室都被炸爆了。可是还有第一次战。哎，但是还是很多狗。哇！又炸到了。哇！正中。这个毒爆虫正中红心。对。可是还数量还是不太够，现在有点，现在还蛮伤的。因为月影刚补工兵补得太爽了。对啊，然后藏狗藏得很成功，昨天是藏狗藏得太多，这一波月影冲进来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啊。嗯，月影损失了八只工兵，我们看到目前工兵数仍然是平盘，但是这个堕天使的狗狗数量还是非常非常多，三十几只的狗，哇，一口气又变成八只毒爆。现在虽然王虫有看到他在变毒爆，而且有看到他的硬化虫，可是现在防守有点辛苦，因为他现在兵量比较不足。那可是，哇！又往前冲了！哇，这不行，这个兵量差太多了。连工虫都带出来，现在工虫要跟工虫要拉，可是毒爆又往前炸，哇！又被杀掉。不过又守住了。就守住了，我们看到工兵损失守住是守住，可是好损啊！哇，工兵亏超亏的，你看工兵损失19只，而且堕天使顺势开下自己的三矿，然后现在趁势补了一波工虫，嗯，堕天使现在趁势补了一波工虫，然后转蟑螂了，开始转蟑螂了，
对，开始转三了，看来他真是行云流水啊，很顺，很顺利，打得很顺利。对，这样子月影就很麻烦哦。现在月影情势不太妙，那在进行他的那个异化瞳，现在在进行绕路，可是现在绕路马上就要看到三矿，马上要看到。有一只妈妈有点危险。对，妈妈应该是会被咬掉。啊，不错，至少带走对手一只妈妈，但是蟑螂也回救了。对，那现在经济还经济领先还蛮多的。哦，不过月影在这边偷变了五只毒爆虫，毒爆，对，斗天使没有看到。但是其实三矿攻兵不多啊，其实没什么好炸的。对，不会炸到很多，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严，没有想象中严重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哦、三只毒爆换三只工虫，好像没什么赚。哇，一只。然后哇，这边赚到，这边赚到一只异化虫换一只毒爆。对，是堕天使赚到哈。哦，不过其实月影也很敢补工兵，啊、月影也补到五十几只工兵啊。对啊，这是逆境中求生存啊！而且他要月影两个，不过第一时间就被斗天使。月影的进化是同时升级攻防，现在一攻快好了，那一攻还比斗天使的一攻还要快一些。不过斗天使这时候提二本，可能马上提蟑螂的一些科技。那都突然让我想到，对，可是月影二本已经好了，他蟑螂的速度也已经提好了。哇，所以他科技是领先的，正在提遁地，对啊，他的科技反而比较领先，哦哦、而且他王宠已经可以看到，已经可以看到他的监察王宠从开流了，对啊，对，他已经有监察王宠，全部都清光光，现在一直不断的往前冲，可是他的蟑螂数量不够，差太多，马上要回家，还好有速度，差非常的多，赶快往回跑，可是他有速度，所以逃，所以是追不上啊，没关系，好，赶快回家。那现在这一波，因为很多可能会前，可能会直接打上去哦。对，那我们看会不会用遁地来操作一下？哇，好惨！最后的那个三矿被蟑螂偷袭。哦，真的，而且三矿被偷袭。不过自己家里的三矿被偷袭没什么差别，因为现在主矿要是直接失手就完蛋了。对，整个守不住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斗天使一口气活19只蟑螂，你钱这么多，哇，完全被击溃了，现在兵不够，糟糕，要打出 GG 了。对啊，兵量整个被压住了 ，GG 了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最后一局的第二场比赛，不知道会不会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呢？那地图是塔达尼姆圣坛的一张非常大的地图。那本比赛的主要赞助厂商是 Arsene Records 与 Rite。现在是近，虽然是近点，可是这张地图很大，所以还蛮远的。那两边的王虫都悲剧的探错路了，并不能探错方向，空中相遇了。对啊，第一时间不会看到。这张图也是很有可能裸双的图。那下了王宠以后，哇，又投了两边耶，这么大的图十滴哦，他是看他刚刚队友，他队友是就是要十滴对裸双才有意思啊。可是刚刚人家是近点，现在这一张这么远点，难说。可是、哦、真的是裸双哦。对方出去探了、欸，哎，出去探，然后这边看到就看到，又被看到，工虫被看到，两边交汇了，现在应该是要搞鬼了。他看到他工虫出来，就可能会觉得他想搞鬼吧。对，所以你看他马上就下瓦斯了。对啊，下瓦斯准备玩提速狗。对，哇，那这样子月影就悲剧了，我们这场好像又很快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很难说了，还难说。
对啊，十第一的经济还没有到非常差了，搞不好不只要不 all in 都还有机会了，只是因为他 full watch 还是蛮慢的，然后哦还是变地刺，哇盖下地刺了，啊又是在这个尴尬的点盖，对啊，现在不拉多支一点是怎么意思？他是什么打算 ？all in 呢、欸、？all in 呢、欸？因为你真的赌了、欸，他竟然 all in， 只拉两支，他不知道你这样 all in 他。然后可能在存钱，狗子一好马上下两三根地刺吧，我在猜。可是他这样地刺快盖好，他没咬掉哎、欸，他没咬掉、欸。而地刺好了耶，他怎么不多拉一只？对啊，他刚才多拉一只就咬掉了，现在哇尴尬、啊。然后 all in 又 all in 部队又到了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真的有点痛。哦、至少击下数三，击下数四，剩下一滴血，哇。哇他未免太有自信了吧？我觉得哇哦，他杀三只弓虫打就打得掉啊，他为什么不打？这个啊，以一个事后角度来说，很可惜啊。那我们可能要进入今天制胜局了。哦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有机会了。妈妈出现，妈妈被包住，妈妈遭受凌迟。哎，还是不行，有机会吗？啊，他又来两只狗，他的那个。兵都死光了，哇！这下子惨了。今天 MAD 靠 all in 赢了两场哦。果然 重打重 all in 还是很重要的，欸、连这样子开局 all in 都可以成功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应该是生气了。他想说还有一场，我一定要虐爆你。堕天使生气了。被放这种招，谁不会生气啊？哦，有机会吗？六条狗，五条还应该还是不行吧？这狗数量还是……好 GG 了，好，好，各位马上为你带来今天一定是最后一场比赛赛末点哦。那如果月影能够赢的话，今天就3-2输掉，其实还不是那么难看哦。毕竟最后一局是王牌战，积分比较多的。当他们积分会这一局的积分就比对手少拿一分而已，其实还好。对，那但是如果这一局就差很多，如果这一局输的话，就是4-1，那又很痛。对啊，痛死了。好，是一个斜对角原点哦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放大招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应该是不会啊。说到4-1，我就心痛。那天回去又要学了那个痛定思痛，要开会检讨。就把我抓出来打屁股这样，打吧谁？可是啊，你有被抓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应该是还好，没有了，对啊，还好了，有输有赢，对啊。那毕竟我看你们还是第二名啊，而且你们其实虽然说你们跟 WYD 暂列第二名，可是 WYD 已经打五场，可是你们只打三场，其实积分都一样，所以其实你们还是很有机会對、啊。对啊，还是很有机会啊。对啊，WYD 都打完了。对哦，他们打完了。那 NW 打完了没？我忘记了，还在看看。现在出去探了。对，又怕大招了。堕天使出去探了。不会出去探，就代表自己可能想要裸双的意思。哇，那月影是没探，然后也是要裸双，对不对？裸双对裸双。这次我觉得可能是上一局的他那个影响到对方的心理，所以他有点打心理战，有点打心理战就是这样，月影比较爽啊，因为他没有拉弓兵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没有拉弓兵就爽，而且他偷多补了一只，他多补了一只农民才下16才下，对啊，他16滴耶，他整个爽到，哇，就是心理战，心理上面占上风哦，嗯，现在他看到哎。欸怎么这时候跟我同时下主堡？但是其实他的弓虫已经少人家两只，少一只，差一只有差呢。不过月影的狗池还是比较快。不过月影，因为他比较有钱嘛。对，所以哇，这样就差别就在狗池会早个10秒钟好。
那些工虫完成任务又拉回家挖钱了，就是他这只工虫真的很辛苦哎、欸。不行啊，因为对手都没拉了，我们一定要赶快拉回来挖，不然越亏越多。对啊，这是劳碌命啊。投胎就是不要当工虫，我们投胎要当那种引刀啊之类的，啊、就是要嘛就很爽这样。单场 MVP， 对，然后把这个即时战略当作 MMORPG 来打，刷副本一次刷二十只，不然就要当，不然就至少要当个英雄独爆那种，一只独爆换人家十几只小动的那种，不然就当个什么女妖啊、隐形之类的，这边操作。对，不然你当一个可怜的辛苦的独爆虫，然后去撞人家建筑物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很可怜。哎、欸，这个时候月影下了。哎、欸，独爆虫场取消啦？为什么会取消？他临时改变主意吗？他是临时改变主意，还是他是不是因为看到地势？对，他可能是看到地势所以取消了。看到地势就不想冲了，因为这个上一场得到教训了。对，那换对方下独爆虫草、欸。哎，对，那月影有没有补地势？哎，月影没有补地势，那就危险了。看能不能够拉妈妈毒口。可是他的小狗比较多一点。啊，还是不能冲，有地势不能冲。嗯，那他现在狗数快升好，那他想做什么呢？他的蟑螂吗？还不补蟑螂的话，有点危险呢、欸。他蟑螂草也没，哎、欸，现在他居然下进化室，他在补工兵呢、欸。那可能是蟑螂，然后先提。他怎么下进化室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先下进化室，而不是先下蟑螂草，他是忘了吗？还是？可能忘了另有想法，这个还是另有想法。可是其实双方工兵都没有。哦，他现在下了，对，他是要速提一攻，很早的一攻，先提一攻再下。速提一攻的话，那他要防守毒爆的话，现在没有地势，很需要操作哎。不过其实刚刚好，感觉这个堕天使他也是在补工兵，所以他也没有要做一个推出。双方现在刚刚毒爆也有藏得很好，没有被看到。那现在工兵两个人都数量都一样啊。哇，那这场应该可以弥补上一场大招，这场应该至少打个中期吧。对，那一攻已经开始提了，还蛮快的。如果说能顺利做出蟑螂来进行二矿斜坡的毒口的话，毒爆虫冲不上去，那我觉得月影会比较好打。哦，可是月影。而且月影现在也下毒爆虫草，他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打综合的打法，就是说，就是小狗、蟑螂跟毒爆这样。对，哇！不过堕天使一口气又补十一只工兵，这么敢补，这样双矿就满了。但堕天使他的毒爆并不多。嗯，对，他毒爆虫草并不多，而且没办法进行攻击，所以我觉得月影赚到了，月影根本没被打。那他现在下那个即时发现虫下了一个，双方补工兵都补得很爽，都补了双矿补到满了。对，现在开始补蟑螂，那我是觉得月影应该是有小小的优势。嗯，但这个优势不大啦，你如果操作失误，对，很容易送掉这个优势。对，哇，感觉那可是堕天使这个补农民补的好凶啊，他补到五十几只哎、欸，对，60，快60，补到58只，超过他就补整整，他整整多十只哎、欸，他是要开三矿的感觉耶，他怎么多十只啊，多这么多啊，62了，这补的太爽了吧，这补的太超过，我是觉得这时候就要压一波了，而且他钱太多了吧，大量地势没有，他用大量地势做防守。难道他要出飞塔吗？这是什么鬼啊！真的，这是飞塔。你刚讲完就下飞塔。哦，还真的、欸，真的用第一次做防守，飞塔做骚扰。哇，这飞塔如果让他归出来，我们月影的妈妈几只，月影就只有两只。不过月影有进化室啦，所以马上补包子塔看来不来得及。他如果有看到的话，是可以来得及啊。但是可是那是他，哎、欸，他双升级孵化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两个孵化锁都在升二本哎、欸，你说月影哦、喔，这一定是失误啊，对啊，之前吉果又发生这个失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编队的时候，然后正好钱太多，一口气两个按太久，然后两个都同时升级，然后按住对不对？对，之前吉果发生这个失误，因为不可能是为了升级一口气爽，因为你那他现在不打很亏
拖耶，他现在不打就是在就是已经预料说对手一定会玩张南海啊，或者是毒對加上毒爆什么有的没的。那现在居然是在做非常暗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堕天使他现在存了900的瓦斯，1000的瓦斯，一口气又可以归出10只。等一下一口气又可以，对啊，一口气可以爆10只出来。那等一下一考就等看到非常会傻眼哎，而且他也开上。那现在没有侦查，他看到这么多地势，应该心里有数吧？不可能没反应的啊，一定是有鬼啊！赶快下！哇，十只飞塔要出来了，赶快下包纸塔啊！哎呀，再不下包纸塔就走远了。对，哇，他要去营运三矿啊！他没有意识到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。哇，看到了，他看到那个。非常出来了，现在开始下包子八星虫，一口气多下几个哦。对手陷入这第一次，你就多下几个。哇，然后堕天使自己家里一口气惨了，赶快生妈妈，这来得及吗？也没有，哇，脸绿的，拜托，我妈妈被点掉，妈妈被点掉了，现在赤蛇血下了一半，好，看能不能够撑到赤蛇出来。但是人口数已经有一个落差，然后三矿的农民被清得一干二净，一点的三矿被清光光了。哇，真的，刚刚溜一波，哇，这个亏大了。我们看到损失工兵数损失19只了，这完全是战术上的失败啊。对，然后这一波就算挡住，没有意识到太慢了。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其实。堕天使他就从头到尾就只有补这十只飞塔，你看他现在开始补狗补什么的。对啊。不过这个时候月影也溜了一批蟑螂进来到这个。对啊，可是等一下被防守术，他溜了两边哎，主矿跟副矿都有。那有机会吗？哇，35只，现在月影杀掉对手35只的工兵哎。他应该是专心在控，他应该专心在控月影家的。冰吧，这控一控，家里面就一直被杀。他什么时候怎么溜进来的？不是有地刺吗？他直接穿过地刺走进来的，他直接刚上穿过地刺，对，硬上，然后分两批。那现在还有的看哦，我们现在人口数已经回到平盘了，但是这个飞塘数量还是很多。对，飞塘数量很多，那月影他的副矿分矿还是要。还是要赶快下包子塔，不然还是不太够。现在应该仍然是堕天使优势了，因为堕天使有三矿，他对，他三矿，然后月影他现在有一些赤蛇是可以勉强可以守住的，只是经济不太好。哇，硬点包子塔，两个包子塔加硬点，好，赤蛇来了，没办法后撤哦。这个要是被橄榄虫一抓到就，那个就会死光了。对，这个一群巨被抓到就死了。可是要抓也不简单了，就是你要抓飞塘的动向。对啊，除非飞塘失误，点的比较蠢。除非飞塘那边傻傻定在那边让你点。哇，现在还难说。可是因为堕天使他家的地势非常的多，所以对，现在就是很大胆的在补攻，不要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进攻。三矿看到三矿了，看到三矿了。月影的异化虫去天使家11点的三矿去看到，那他现在想说进行一点骚扰。这个暴兵很可怕，可是非常来了，又爆到了120的人口。现在人口数差非常多，被定到了。现在非常又在骚扰。但是因为橄榄虫只有一只啊，不然其实如果定到的话，可以全部把它定到死为止哎。对啊，很可惜啊。橄榄虫现在非常总共死了11只，所以但是这一波工兵数我们可以看到，堕天使又补到58只了啊！哇，这个经济还是差。然后十一点在偷做毒爆，那个异化虫在偷做毒爆，准备撞一波，那就要看有没有发现了。刚好被看到，哇！蟑螂看到了，工兵有没有拉？完全没有效果啊！我只有炸到很零星的工兵。对，那可惜了。那将月影蛮可惜的，要被拿下。对，应该要被拿下。主要还是因为没看到他的，没反应，没意识到他的飞塔。那其实他应该要派一两只狗上去
上去看他的二矿。那因为他只要看到二矿有那么多地师，那一定是有鬼嘛，不可能是有兵啊。如果是，只炸到了四只冬兵。如果他二矿的地势是完全没有盖的，那就大家都是正常打。那如果他盖了那么多地势，铁定是有问题啊，家里面一定要防守空军的啊。对啊。那现在地势也全部都跑到路中间了，要冲也冲不下来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月影转了那么多这个赤蛇，但是其实堕天使没有在补飞塔嘛，他都是在补蟑螂，所以蟑螂对赤蛇的话，其实赤蛇很容易就被解决掉。再加上这个，对啊，兵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现在人口有差距，差了四十几，感觉就是没有机会。我觉得这一波是最后的机会，那冲完应该就没了。有大量的地势，应该会被吃下来，地势啊什么的，应该没机会了。哇，没办法，橄榄虫还没点掉，临死前丢了一把，但是还是不行。现在被追过来，我是觉得斗天使可以硬上了啦，对啊，不必要再跪下去了。可是他上一场被放大招，他应该看到比较虐的。我是觉得不要这样败人品嘛，就直接给对手一个痛快啊。也是，我们就可以早点下班。好了，上去了，月应该挡不住，满人口哦，挡不住了，200人口满了，对啊，人口已经满了。家里面还有一大群兵没有出门。好，那没有意外的话，今天就我有 play 了，还蛮有风度。我有 play。那今天最后 N 群就以4-1的比数，漂亮的拿下今天的比赛。